来，彩茶了，彩茶是不是要唱个山歌啊？山歌怎么唱？山歌怎么唱？好，我教你哦。哭笑不得，我要如何走？历用几人先加上？哭笑不得，哎，有没有？山歌，山歌啊，这就山歌，能唱的歌。山歌，老板好聪明啊，太聪明，我都还没有讲哎，厉害，耶！来。我们今天来采茶了。好，那这个茶现在就是快要好了，大概在50几天到60天。嗯，那好的时候就会呈现这样，一心这个心嘛，一个心，哦，一个旗，啊，两个叶子这样采。那等一下采的时候不要这样采，对，你就骑在上面像骑马这样，哎，一心两叶或一心三叶这样的，像是一心两叶，一心两叶，哎，老板一起两叶，为什么呢？会有一心两叶？那为什么以前人为什么说只能采这个？那现在为什么一心三叶也可以采？因为现在的技术啊，嗯，有时候我们揉捻比较好，以前是手工揉捻嘛，啊，现在揉捻，对对，揉揉，啊，现在机器手揉捻，它这一个揉捻起来也是好的，哦，对，机器变好，所以现在一心三叶也可以采，没错，哦，太好了，所以是一心二叶，对。哎呦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你看，哇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对，这样对。那我们在泡的时候，这个是芽是回甘最强的，哎啊，这个是熟女比较香的，啊，这个是少女这样，哎呀，就是这样，一斤的茶干总共15000多个叶子。哇，也就是我们两个采两个小时，大概做一斤，两个采两个做一斤的茶叶，对对对，就烘焙完之后，对对对，烘焙完5斤的茶青做一斤的茶干嘛，那是你们采两个小时做一斤的，一斤，我们采两个小时，然后半斤都不知道，没错没错，对啊对啊，啊，台湾茶是国宝，因为全世界就只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茶是喝半发酵，可是春茶跟冬茶最好，因为生长期间够，那养分够，这太有学问了，对对对，老板。我们要采1公斤哎，我们要做快点啊，还快点，我那边讲，所以要这样，这样要左右左右夹攻，这样才对，你就是要变惯性，这样有没有？对，要看那个心才可以。哎，眼睛要专要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就这样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好。他们两个加起来的总数吗？我这个还没有指甲，你看。对啊，没关系。来来，我想说你那个可以先让我们。那是因为现在哈，换一个地方，好，来换个地方，来，不乱摆，一定要骑上去哦，记得哦，这样来，好，开始了哦，来，有上手了，上手了，上手了哈，上手了，对了，有这一公斤出得来了，好了，一公斤出得来，太难了，我连坑都没坑，老板都被你爬完了，没有，你可以换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跑过来这边吗？对，对啊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是我们传统鬼笛红花吗？不是，我们这是风骨鸡，主要是风弦，就是类似比较细小的那个茶末出去。风弦，好啊，啊，但千万不要那种六号杆。对，我们就把茶叶倒在上面去。好，没问题。对，那我去搬茶叶。对，我去搬，我去搬，你等我。嗯，这么，哎，现在是怎样？碰到了。我们一般不是都是那种小包的吗？这个叫多少包？这是我们的进货，都是一包，都是正常，都是30斤。好，行，啊，先倒30斤就好吧。对对对。咦，哇！好，来来，机器打开。从这边机器打开。好，那我们会把罐子拉开，就开始封骨了。嗯。我们会把那个细末全部到洞面去，对，它这里是茶叶比较完整的东西。哦，对，我现在要选到那边，对对对，然后再拿去做烘焙。对，因为我们在焙的时候，如果有细末会比较容易烧焦。哦，所以我们尽量是有茶叶完整的东西去来烘焙，这样比较会均匀的。烘焙是哪些机器那边？对，这个都是，都是对。我们要就是牌子就是平均铺在这上面这样子。哦，烘焙最难的是什么？是在
喝，对，就是我们我要的口味上，嗯，啊，如果到的我们就赶快切掉，让它熄火。哦，啊，那你这样子一天要喝多少茶？哦，至少会超过半斤了。哇，喝这么多哦！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三公克，其实一天至少会四个二三十泡以上。哦，这很像人家说的品酒师，你是品茶师哎，哈。是。所以这个铺的时候也会取决于它的那个透气度好不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先取决第一个我们要的口味。嗯。我们如果口味是清淡的，我们会铺薄一点。对。如果我们口味上要重一点，就是我会厚一点，因为我温度要高一点。好。所以刚刚铺的厚度是就是属于比较浓的吧，属于轻的哦，轻的，对，因为浓的可能要更厚，再更厚，对，那就只能等了，再烘多久？清香的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等一下试试看哦，烘出来看是什么味道，来喝喝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行。哎，厉害了！你们刚去采茶，是采茶的感觉哈，其实是就是把那个叶子这样茶叶拔起来了。不过呢，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呢，听那个杨大哥呢讲了很多讲故事，现在终于会分什么是红茶，什么是清茶，什么是绿茶。对，这个。这是这样分的吗？不是烘焙才处理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制作的时候，制作的时候，对啊，就是半烘焙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清茶，清茶了。全烘焙呢，就是红茶，发酵。那如果不烘焙呢？不发酵，生茶，生对绿茶，对对对对。我刚刚去做那个烘焙也是，他们的烘焙师，他一天要喝掉八两的茶，很多哎，很多啊，他一直喝哎，啊，然后去试这个茶，然后就是这样。这怎么试？我们可以怎么试？好，我们茶是这样哈，就是用汤匙，对，那大概一勺这样，把它摇在里面，然后刚刚有教过嘛，舌头像汤匙这样。那怎么样才是标准合格的呢？标准哦，就是说像这泡是标准的吗？像这泡培的不错，就有一点蜜糖香。我说实在，我从小喝茶喝到大，对，啊，虽然不知道要这样，哎，就是要这样，都不要这样倒这样，会不会？要滚动，滚动，要滚动，滚动。你不要跪出来哦，滚动，不是跪。对，对对对对对，有没有？你那个两个舌面的，滚动，舌面，不是给丢，舌面给丢。哦，我是给丢，就一定会。不是不行不行，你要滚动之后不要吞进去。对。为什么我觉得它的尾韵会有一种凉感？对对对，回甘，喝了这个回甘润喉。所以以前的人很喜欢喝我们的台湾的乌龙茶，台湾乌龙。嗯，试一下另外一个。好，我觉得这种只要有比较，对对，才知道有不同的味觉出现的时候，你就会特别的有感觉，到底哪里不一样？对，其实培过的颜色也不一样。对啊，好像这个没有培的，那个这没培啊。对，就是深的，就颜色比较没有那么重。它比较青涩，很像个少女。嗯，对，它很像个少女的 feel。对。刚刚那个就很像妈妈嗓，哎呀，比较余韵犹存，比较有江湖跑过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杨大哥，我们是茶要配着面拉面吃会比较好吃。这是不是那么简单的面？它是一个茶拉面。茶拉面，茶拉面，茶拉面。我是有听过茶拉面，没有听过茶拉面。我有听过茶拉面，茶拉面，我茶拉面，茶拉面。我们这个是台茶十七号做的白露。红茶拉面，对啊，这个真是白露拉面哦。白露拉面，因为白露就是它现在很少了，被遗忘的红茶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哦，它种这个茶本来大家都不会做，都做成乌龙茶很苦，可是做成红茶竟然很好。我第一次看到加红茶的拉面。红茶白露红茶，我怎么觉得茶泡饭是有常识？你比我还会欧北比耶！我本来咸甜混已经在乱加了，你还加茶？因为可是不会油腻，一个茶香味。对对，嗯。轻轻的，对对对，有没有？就是少不油腻，那个油腻，对对，油腻感，好吃。而且我们汤头是用普里的矿泉水，嗯，对对对对，真的，巨碗加茶真的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对对，所有茶都可以这样加吗？
没有，就红茶比较适合。水果，嗯，就加绿茶。那牛奶就加红茶。红茶。那如果要加料理，就加红茶。嗯。哎，那我们，那今天有任务呢，什么任务？哎呀，帮我们。你既然吃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在推。对啊，对，刚刚还想说，好想多吃一碗。他帮我们哈设计一个哦，不同于现在是红茶拉面的一个茶餐料理。对，用茶来入菜。对，请你们不简单哦，不简单，不知道怎么做。对啊，没有头绪。通常艺人是异于常人嘛。是，没错，没错。就是我们可以试试看啊，试试看喽，试试看。我们来去找找看，南都有没有什么。哦，让他吃吃不一样，对，吃不一样的，好，可以哦，好，好，出任务了，好，交给我们了，交给我们，异于常人，爱你如中子，爱你如中子 ，Let's go。哎呦，哇！好酷哦！这回到哪一个年代，大概就有点分不太清楚，穿越时空了。真的，最好的地方哎，最好的地方哦！你快来摸摸看，我们都有鱼耶。哦，哎，小鱼哦，对呀。哎，我在哎，这个有一种叫做人工崩拉兼切口，你这嘛是呢哈，一兼二个呢，洗衫兼去脚皮呢哈。对啊，哇，这真的小鱼在旁边，这个要来体验一下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冬天是温的，夏天是凉的，所以这叫冷。冬天是温的，哇。哎，我来这鱼有没有搞打戏呢？哈哈哈哈哈。熊后期打还丢啦。你看，滑滑，哇，好冰啊！好冰啊！对啊。哎，我不知道这里有衣服在洗耶，我其实。昨天有几件还没洗的，没有了，豆哥，现在脱一脱，现在把身上的洗一洗好了。啊，等一下怎么穿？哎呀，好舒服，太凉了，真的很凉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们常年都在这里洗衣服，一年只有两天，就是初一还有九号那个不能洗，为什么没洗？哦，因为那个是天公节啦，天公节。宗教，啊，但最后一堆来。他在旁边那个，他都会，他这样流出去啊？去哪里？那里，对啊，那边后面有空心菜啊。空心菜，这里流出去以后变灌溉水源就对了。因为我们这个水没有问题，这个都是活水，它不是它所以一点打。哎，那我如果要找空心菜，你该不会说要从那个洞钻出去吧？啊，不能是干干好吗？可能要滑水道。妈的！你看它的鱼都还在。这个小鱼有此可证明。嗯。以前呢，大家在洗衣服用的洗衣粉 ，deco， 嗯，是没有毒。对对对。好了，安尼啦，我等下吼，他阿明仔先咯，我有啥物事，我跟你说。我现在先来洗空心菜。好，找空心菜。但是泡都不太洗。我不想洗啊，好舒服。这太舒服了。好，等下要吹空心菜。啊哦。哎，小心不要滑倒。小心。今天要来采的这个东西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跟水有关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菜？水莲。空心菜。空心菜。空心菜。这蛋挂不？我挂起来看麦啊。好了。好哦。哎，出一根的啦。对呀。这珍珠奶茶吸管吧？这无套无套回来。可以喝。喝看。哎，不错，这蛮冰的，你下来看看。我拿一下这个。我蛮热的，我想。你下来看一下，咱们来杯咖喱豆瓣呐。啊，这边要用。怎么样办？都要怎啊？甲杀起来，对只又甲毒个安尼啊。啊，得放在保鲜罐。对啊。唔是会变顶板嘛？唔免啦，迄个挂过啊。啊，挂过为什么袂当直接打顶罐？啊，你搁甲打落都粘落，后摆又袂发硬啊。袂发硬，袂发，袂发。哎，一年几收者？二十外工啊，十外工啊。二十外工。你即马挂了二十外工，搁来收得着啊？有啊。哎，他说这个。你像这个杀起来，我就爱来甲挂咧。有。哦，啊，挂起就头就是跟着从安尼啦，哇，我是没有看过空心菜的根有这么粗的呢，水根的好像都这样哎，对在，过来就会散呀，所以它下面的根还会再继续长，继续长，哇，它基本上是，好划算啊，对啊，大姐，这你煮种了的时是几几个月开始种了？只要十月遐落，十月种了，啊，起码，现在已经，哎，起码十月啊，起码都。无啦，古历啦，古历啊，有啦，九月开始种了，差不多九月开始种，九月开始种，然后一个月开始收成，收了要的单梅你个种啊，有无啦，啊，搁继续种，
抓种啊，看一直收收，到剩只爱过番啊，安尼啦。一年啦，一年啊。这开心农场哎，他种一次，一直生，一直种，一直挂起啊，挂起从啊安尼头一直过发展起来啊。哦。有啦。哎，这个脚是完全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我坐不稳。不是我们不动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动不了。很难动。其实我们这样够了耶。对啊。阿妈，我甲你搬家的话啦，我客巡客家，我会当甲你倒办。哇，你都爱都给挂住你啊。好好，帮阿妈。割一割了啊！这里我们拿了。耶！电彩，姐姐。对，哎，这个实在是，这是我们刚刚那空心菜的根，对啊，就是你们刚才从田里采回来的。第一个过程就是吼，等下根茎的，我拢根上精华的部分。嗯，这是精华的部分。哎，这就以为啊。咱插空心菜，不是拢要点管五条啊？对啊，我们要注重这个酸菜，别塞了五条啊。哦，这是我们这是空心菜。对。哎，怎么看觉上很像我们吃那个北方料理的酸豇豆？对对对对，我刚以为是豆。哇，它够长，够卡低，没没厚卡低，厚卡低。用那什么空心菜吗？对，等于这个酸菜去包起来了。一般是用咸菜啦。咸菜，咸菜。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我们的创意，啊，跟阮新家在地出名的菜就对啦。啊，尤其是阮这是冷转的菜，所以阮有一个特色，冷转的菜煎起来。足好食，足油的，我搁用经精华的布段，对，这较油啦，嘿，对，啊，这吼，这有一个季节性，伫咱清明吼，甲这个八月半以前这段上好食，八月前啊，嘿，啊，即摆过来时阵吼，伊就会开花结果，对，所以就会较无遐好食，哦，就不能吃，所以吼，这嘛是一个时段性，时段性，好，就感觉直接生啊，就可以生吃啊，可以生吃啊，可以生吃啊，哦，很脆啊，对啊，嘿。酸芹菜没有这么野过。来，我们来学一下怎么做这个叫做酸菜空心菜哈。啊，你就是提好坐嘛哈，我跟你讲啊，那切你要切好是。刚刚切长啊，安尼啦。哎，啊切了切成迄个寸段哦。没问题，来。再是个寸段哦。你要试试。我这你平常切菜的吗？切啊。你在家是到底是嫂子做菜还是你做菜？我做菜比较多。看，对，也不要太粗，不要太粗哈。哎 ，OK， 好棒，哇，好棒，顺。哎，会耶，真的会做菜，这个，而且，哎呀，这个，而且，哎呀，没事，大姐在旁边被你吓死，大姐不会，没有，我想说，哎呀，我瓦斯费还没付啦，对啊，你吓死了，没事啊，大姐，没事没事，哇塞。你切菜有一种很优雅的 feel 哎，是你切菜好像在做法国菜，然后我切菜呢，台式就好像在做中埔，来中埔菜，中埔菜，中埔菜，哇哇哇，全部的，你看，哎来，那现在呢？听说女孩不做菜的，哎对对对，好歹我有执照的，丙级厨师啊，失敬失敬，那今天有他就够啦。哦，等一下，你是上保证班是不是？对啊，保证班吧，保证班学位的。哇，漂亮没？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丙级的，你看，哎，丙级，厉害哎！真的，丙级它的那个 size 就是比较厉害一点，比较均匀一点。好，我们切好以后要送啦。对对，哎，你真的切得蛮好的耶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哎，把空心菜切得跟猪葱一样哎，跟那猪肠啊。来来，大姐，阿兰今麦要创啊？今麦就是吼，把盐巴，哎，我的，就你放在手掌心。手掌心来，谁手？来，恩哥。够了。哦，放下去，还不错。啊，用手这样，轻轻的，不要握。哦，轻轻的。哎，阿兰，用阿兰。哦，两手。对嘿，阿兰，哎，很爱心啊，阿兰，我拿那个。要很有耐心。我拿改风，我拿改风。阿兰风，阿兰风。有感觉到我的爱吗？有。有啊，这边过来就是糖，糖，糖，哎，哦，糖比较多，糖比较多，糖瓜跟甜袂使哩，对对对，啊，袂使出来咯，就是轻轻的抓，轻轻的，对，对，你看已经跑出来了哈，对不对？
对，好好，啊，现在静置一下，静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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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。OK， 麦子，麦子，松松安尼。我连伫厝内用，就是差不多30分钟之后，30分钟之后，到处咸甲甜有入味啊，然后里面灌了料，你再倒醋下去就好。嗯，就好了。啊，就把它放，我再放，有时候10天至20天就可以吃了。这么快？哎，要放较久嘛会使，一放就差不多要2个月啦。好香哦！哎，哦，哇，请给我一碗。阳春面，真的面，还有面，面还有面，拌面，拌。哎，我不知道空心菜可以做这样哎，真的第一次遇到，而且好像真的像我们吃的，一碗粥也可以，小米粥，十天的试试看，真的很像酸豇豆。炸缸哎，炸缸哎，哇，哎，面面，米米，拌。别起来哈，因为空心菜其实说实在，全台湾人你去哪里买，你都买得到。那你如果刚好有到这边来的时候呢，到我们南投民间这边来，你就去找一下我们水根空心菜。水根空心菜这一招你要学起来。我们以往在炒空心菜哈，我们都取上面，对上面而已嘛，对，下面就丢掉了，对，不要浪费，真的不要浪费，拿来做这个，我跟你讲太棒了。我们就是这样子啊，嗯。那阿姨，这个要冰吗？要啊。这也要冰，要冰，加什么嘛？我觉得这可以哦，很可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在南投，我们除了有好山好水，然后我们现在找到有空心菜，空心菜。南投还有出一个东西叫做梅子，家家户户都有脆梅。嗯，我本来想说，用脆梅搭配茶，来炒空心菜，我觉得会好吃。是，但我现在有这个，不用梅子，直接用这个酸酸的加茶，加茶啊，它会解你那种腻啊。啊，擦一下搭个白饭。对。哦，我懂 ，feel 到，有，好，行行，然后下一点前进，我们接下去哪里？走就对了，走就对，走对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。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，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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